您好，我是胡素君，很高兴认识您。我毕业于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，现在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，在公办学校教语文已经20年了。我还是普通话水平测试员。听辨汉语发音的准确度是很厉害的。我的课堂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，学生们很喜欢我呢。我会把中国古诗词融入课堂，比如学习《月》字，我们可以朗诵李白的古诗《床前明月光》。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我也会讲中国故事，比如学习日子，我们可以讲一讲后羿射日、夸父逐日的故事。跟我一起学汉语。不但可以学到标准的发音，还可以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来吧，我们一起学汉语，欢迎您。